了又满编，哇，结果一连守这边火车过山洞。没有，确实当了，先帮你要负责的。谁跟你说要负责的？李教练，他在做事情是会比较负责，所以我们才给他当队长。这个队员当然你要负，你该负的责任，我们要求是这个。他说最后如果我们真的很尽力了，输掉没话题。球打得很棒了，对。这个外角球拉过来，到游击方向，底线没有接稳，再往一内传，劈了下去也没有能够接到，发生失误。那现在垒包上的跑者要回到本垒，沈立成跑回了追平分，压力有时候很大，而且我们硬试都很久没有拿冠军。八棒的翁家佑，哇，非常开心，现在应该是不知道眼泪喷出来了。哇，在关键的时刻当英雄，冠军战。因为前面都打得不好，然后后面就打很大，非常低，就很感动。而且刚刚在比赛的时候还有失误，差点输球。当时很紧张，很怕输球。第一场。但是只有单打，我是第一场三支二，第担心怕输球，因为爸爸也是垒球队的，然后我从小就会跟哥哥一起传接球，所以你觉得棒球最好玩在哪里？在做棒球最好玩在成功的时候。